因为杨宇哲认识他，又或者说，杨宇哲知道他使用过某个身份。七个符合描述的侧写中，有谁是最有可能和杨宇哲有过交集的？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，31岁，美籍华人，单亲。梅君远，2015年科技星河奖，杨宇哲得了金奖，他是第二名。这是他参赛时提交的护照、简历和其他资料。快休息，我快速的检索了他的个人信息。 护照号码不存在，是伪造的。但是至少我们认识了他的脸。我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在多的数据库里面进行面部识别，但需要时间，而且准确度有限。林 Sir，你那三个失踪案，受害者要求同你监控嘅类型有啲相似。马上把详细资料传过来。Yes sir。 把导航定位在星河建筑珠宝店。两个失踪人员，一个退休的文学系教授，一个年轻女性。为什么你选择去那个年轻女性的失踪现场？因为她是珠宝店的销售小姐。销售小姐怎么？重点是珠宝店。哦，珠宝店一定会有监控。 还不算太平，我在木叶接到个客，唔系好多。铺头入边有冇咩特别嘅事发生？哎，系啦，你哋揾紧咩啊？一张脸，一张好不容易才被发现的脸。就是这里，暂停。是他。 时间是前天上午，大概10:53。他以客人的身份接近受害人小何。 你留下了电话号码，小何事后肯定是联系了他。下班后被绑架骗走。你看这里，他出门后并没有马上离开。 当时就是站在这儿，站了这么久，他到底在看什么？或者说，他到底在等什么？他在看自己的下一个受害者。下一个受害者？喂，静言，星河店珠宝店附近有什么小学吗？
来了，红极小学。你能查到学校里面最近有谁参加过文学类的比赛吗？有了，徐子熙，九岁，红极小学三年级，参加第十二届天文题材少年征文大赛。组委会官方显示，他是特等奖获得者。颁奖礼的时间，还有地点呢？颁奖地址是港府天文博物馆二楼。颁奖时间是今天下午。现在。徐子熙在前排中线向左第二个位置。香港天文馆的副馆长金寿先生为我们做一个点评，有请。各位家长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本馆的副馆长。本馆非常荣幸聘请到大家出席今次的颁奖。今次参赛作品都非常优秀，在大家同学积极的参与之下，创造出优秀的成绩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各位评委，多谢各位同学。家长的大力支持。